晚安，晚安。目前玩过最好玩的，我觉得是这块。比银河游侠六还让我觉得更想去玩。但是也未必啦，搞不好是因为我个人的喜好不同。至于是不是真的好玩，就看影片玩家自己体会。不错。这一块我算目前真的就算满意吧。确定的成绩，确定的评价还是要等全部玩完才知道。但是我暂定它是一款不错的游戏，目前暂定。就是没有乱做。
而且我下午去查了一下哦，我发现到他并没有打着说他是牧场物语的游戏，他是打说那个这款游戏是生活模拟，生活模拟游戏。所以严格讲起来，并没有，他并没有说是啊，战神啊，战神就还要等啊。不过好家在战神之前还有这一块，阿干没按到。音乐太大声，哎，飞过了。啊，我只能讲，我买的这个麦克风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厉害到那个它的指向性收音太过于灵敏。所以这都要调一下，不然那个麦克风的声音都听不到。欸，我已经离麦克风很近了呢。大概五公分到十公分左右，有收音上面还是会有很明显的落差。那真的就是这款麦克风太厉害了，值得推荐，指向性收音完全达到完美。的确，他是会拿来跟符文比啦。嗯，但是我觉得他是有，他比符文慢活啦，讲实在的，就是慢。他那个推的进度很慢。哦，会有回音啊，因为我如果要把那个麦克风声音调大，自然而然我喇叭的声音会收进去，所以我反而就是我现在喇叭声音又要调小。所以现在应该是没有回音了，因为我把喇叭的声音调得很小。哇，越来越想睡了。不要打我。嗯，我听得到声音就好了，不用太大声了。我只要知道，我只要有那个，那我听到有打怪的声音就好了。要应付这个，就要买耳麦啊。我有一个耳麦，但是它已经常年风化了。我最近把它拿来拆开来看，才发现它已经风化了。喂，他是不是卡点了？哎，卡点了。喂喂喂！完了，完了！医生要来收钱了。完了，医生要来了。
看来你醒了，太好了，要付钱了。哦，啊，是不是一次付的比一次还贵啊？我之前是收100，然后收200，啊，这次收400，干，好像在倍数成长了。这样也不太妙，死掉应该没办法增加，没办法增加跟医生之间的羁绊值吧。啊，都要。钱还是花掉，不然干每一次死掉都要被莫名其妙的抽钱。也哎，看起来那真是越付越多哦，付850，还是他是看身上有多少钱？不知道是看身上有多少钱，还是看死亡的次数。之前有人说是看身上有多少钱，那身上没钱，他就没办法收很多钱。哎、欸，有可能呢、欸，有可能看等级、欸。啊，反正这块游戏就是钱超难赚，钱真是爆干难赚的。被抽一分钱都很心动、啊。浪费。处理好该处理的东西，然后再继续去刷。
不过适应了这么慢的步调，到时候再去玩战神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严重的适应不良呢？啊，忘了做料理了。おかえり。料理做一做，不然一直空腹状态。被敲十几次，手感就回来了。不过我看已经蛮多人都战神都玩完了，啊，可以玩到偷跑的人真是幸福啊！可惜战神没有先出 IPC 啊，又是 P 5先独占掉了，所以只能先玩 P 5的版本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PC 的效能。之前战神玩 PC 版的那个效能差太多。自古以来，暴雷的人从来没有灭绝过。啊，就要知要流量，要知名度啊。或者就是想要获得大家的关注啊，对了，一句话就解决，想要获得关注。暴雷会有优越感。通常来讲，应该在巴哈发版主应该是要进。啊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没有人进。我比你先知道。嗯，要有这种抢先感。没什么意义，抢先感。哎，腐败蘑菇，感觉吃了会拉肚子。
对啊，但是时间就是金钱啊，厂商的非常聪明的做法，用金钱换取时间。决胜时刻就是啦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朋友。跟你讲，商人就是商人啊，什么手段都有啊。那炸弹要有等级二的炸弹。啊！我现在是想睡的状态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赢。我看决胜时刻也是被人家叼啊，他也是抢先三天游玩嘛。啊，我看也是被人家叼。不过我还没玩过，所以不知道到底他是如何。不能被评价给骗了，得自己试试。但是自己试试就要花钱。继续前进，就会出现不能看到的东西。嗯，这块目前是还不错啦。哎呦，有只龙哎，算了，先不要，先睡一觉，升个等级。前进能得到两样东西，后退只能得到一种。后退是得尊严，前进是得到经验值。踩雷的经验值。毒之宝珠，欸，做一个看看。可以释放它的能量展开攻击。什么意思？它可以拿来丢啊。好像也不是，还真可以拿来丢啊。收割收割，収穫できる子たちがいるみたいよ。
这样就够了嘛。花椒一椒，我以为他会帮我耕田啊，但是很遗憾没有啊。我是希望他后期能够追加一下小帮手的功能啊，就真的站在那边然后不做事，看得很烦啊。就不做事啊，我想要他做他也不做啊。我以为他会帮我浇水啊，但是我们都想得太天真了。房子上方哦，你说那个房子上方那不叫爬上去，可以炸的吗？等一下我先炸一下看这行不行。可以修桥啊，把桥修一修吧。看到会给我什么？嗯哼，食谱。精灵指令哦，还要等你。来社村应该有先来一点任务了吧？感谢信箱。哦，来了，提交料理，提交料理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不会啊，这样就稍微延长一点游戏的时间寿命啊。这一点我是可以忍受的。就是你吧。1000元，1500元。嗯，慢慢筹齐吧。好家在还有其他赚钱的方法啊，不然那些素材都只能扣在手上，真的是浪费那些。啊，先把村之石干掉啊。晚安晚安，这是正式版啊。准备好，我们要跟敌人决战了。决战，非比寻常的气息。他不会攻击我，但是他会攻击你们。
我在想这游戏最后会不会出 S？ 那就跟《勇者斗恶龙十一》一样，最后就出个 S 语音版。卖得好就出 S。但是现在外面风声这么差，应该很难出 S 了。不会啊，它就是属于安产型，安产型的身材。攻略也是推说要从春天打嘛，他应该也是从上春夏秋冬嘛。消灭我吗？啊，真是残酷的剧情啊！开战！哎呀！哎呦，这边有语音哎！感觉就是。即将往哪边攻击，就要往哪边走。这种地图以前曾经打过。如果只有这样的话，那还算好打。而且后面怪，生小怪比较烦。我还被人生了两只。要撞过来哦！哎，干，进二阶了。哎呦！喂！啊！刚刚那光线是一直线的，学到教训。
接下来待机就得到中央去待机了。嗯，又来了。他小的我一直升了，这点比较麻烦。哎呦，哎呦，有事情要做了，快跑！啊，糟了！他不靠过来，那我要打小怪。哼，决定要买来玩啊！很好啊，多一份销量，我们要促进他出 S 出语音版。哎，到时候可以出语音版。那可能太早来打他了哦，应该多睡几晚。哦，有没有恋爱我是没差啦。他这个没有恋爱，但是他有那个啊，他有情感度啊，他有那个关系值啊，所以那个就等于是类似那个关系要素，他只是没有谈恋爱。嗯，他又要搞怪。在哪？感觉越生越多汁哎！哎，蛋哎！哎呦，电脑蛮聪明的哎，你看到 AI 会自动闪哎，我还以为它会自己去吃那一招。哼，很多人期待出电的结局，我是觉得没什么差啦。我现在等级几等我没看，好像就十几等而已。啊，走！啊，追！啊！十九级啊，十九级还可以啊，应该是干得掉了，只是要耗一点，耗一点时间。嗯，现在第三张嘛，敢又升官，反不反？
为什么我能浮空啊？浮空跑去打东西了。AI 还不快跑！啊，虚弱了，过去。全力输出，全力输出。全力输出，全力输出，你又来了，哪里？这里。阿基里。嗯。ありがとう。赢了。啊、哦，开心，开心。哎、欸，那这样就解决一张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它有三个石头要搞嘛，那就是有三个章节，然后三个章节还到第八话，那应该就是三个石头解决了，还有其他东西要弄。哼，要手刃的吗？啊、还有三 B 跟三 C 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也就是说是第三章要解决三个石头，哎、欸，干，那他很那个呢，他剧情塞很满呢，要丢枪了，哼，这是种田为辅助啊，种田是辅助的，它是有主线剧情的。这个命运没办法逆转啊。真可怜。安产型就这样被干掉了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听不太懂。哦，你说那个、哦，那个就忘记换啊，因为我打贝姐是跟那个、啊、银河游侠三在那边交互换啊，啊交互换有时候就忘记更换那个主机名称啊，啊，但是我后来有改正啊，影片的那个存留档案我把它改正回来了。谁叫那个时候一口气出这么多游戏，只要改到这些东西。啊？是改正后被攻击？什么意思啊？改正后不是改成 NS 吗？就直接写 Switch 啊。
会真的会有人误会说 PS5 上面有出贝姐3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个就任天堂独占啊。这家伙好快就站起来了，失去的东西不会回来，还有其他东西留下来了，请问是什么东西？这样三 A 就打完了。嗯？哎，这不就是那个吗？盖斯特。这家伙看起来挺强的，背上这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浮游炮。浮游炮插了六支，很帅啊。哎呦，还有支线呢。接下来就是破夏了吧，破夏之时。夏之时我记得在下面嘛，下面的路线。种下一个萝莉，过两天会收获什么？过两天就是警察来啊。我虽然想把那个精灵抓去买了，一天到晚在田上面那边闲晃，却什么都不做了。
等一下还限制时间呢，有限时任务了，然后晚上才能来，7点到10点。这种萝莉的 FBI， 春天已经没有剩多少了，所以赶快把那些能种的种一种。不知道会不会是不是四季精灵啊？可是春的没出来啊，春的精灵不在啊。他跟那个稻穗居、隧道居还不太一样哎、欸，因为隧道居是。隧道居是你靠你种的米的品质来决定你的强弱。隔天再来啊，那时间不要浪费啊，直接下去啊。喂、欸，有独角兽森林哎、欸。世の毛並みを見に来たのか。可以泡茶给你喝。靠，这里只有泡茶。哎呀，哥布林！这一只独角兽很强大，打死它复活，那是最强的恢复术。这边看起来是个迷宫。哎、欸，那等怪等级有点低啊！啊，我懂了，也就是说他们这边的怪的等级依旧还是十几级，不会再往上升了。换个攻击方式吧。
中毒。那这个中毒状态也要稍微处理一些，要看有没有解毒的东西。还是要把那个该点的东西给点出来。点布，毒属性攻击。他那个中毒状态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。哎呦，又有怪物 ，Fear。Fear， 我看一下是三十级耶，三十级那现在还没办法打。木材变成坚硬木材。哎呦，可以砍刀了。到处都是 fear。爹干！道具不够。穿越了，
可是这么晚来，应该人都睡了，太晚来了。哦，有歌姬耶，年轻又美丽。女人的嫉妒心是最恐怖的。嗯，剧情不打烊。啊，错了，打烊啊，十点。应该不会延上吧？我这都被延上，事实上就没有言论自由啦。哼，太晚回家也会昏倒了。关注咸酥鸡，咸酥鸡怎么了？咸酥鸡也有挂。小孩在我手上，请你到翡翠之森来。视线越来越那个，快去睡觉，视线越来越黑了。40元油炸物事件，我没看呢、欸。什么挖沟事件呢、啊？哦，又要送我礼物，太好了。肯送我东西，我都欢迎啊。
秋季。有事件了，啊，送的礼物就是一只精灵，嗯，那只能说那老板不够厚道啊。通常来讲，忘记带钱还是钱不够，有时第一次老板应该都会说算了算了，下次来再补付吧。没带钱就是吃霸王餐啊，啊不够钱就是要斟酌。春之季节时的妖精。40块真的还好啊，讲实在的，又不是说什么4000块。压阵劲，我是觉得做有点超过了啦。通常来讲，都是叫他下次来再补付就好了。啊，接下来他会不会来补付，那就看他自己的良心啊。能够造出风来。是我创造出风的。哼，妖精是会撒谎的生物，考的肯定会灭绝。还是他们之前有什么仇恨啊？有仇恨哦。被使唤的，可我这么相信你。那就是老板的品性问题了。他就不适合做老板了。哎，你看，能够种田的人手越多越好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在种田哦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就友情奴隶胜利啊！晚安晚安。40元就当做功德了，正常来讲都是会当做功德，
要三个。哎，只能说老板可能太小气了。这么多支线任务啊，一口气全部跑出来了。家要搬家了，以后会很寂寞。这些人都把大人当作仆人在使唤的。事情被爆出来，那老板应该也不用做了。应该不会跑去翡翠之森了吗？他那个行业最需要靠那个地方的评价，这在地评价一旦被打爆就不用开了，他得要搬到远一点的地方去。哇，还差十分钟，再跑几步。这还要够远呢，还得要隐姓埋名，戴帽子戴口罩。
反正新闻就是这样啊，看到有人流血了，就要追上去多咬几口，趁胜追击，穷追猛打，往死里打，然后打到要下跪求饶。可是我发现那些最后被打到下跪求饶的也没什么好下场的，所以倒不如当就完全什么都不要回。嗯？欸，怎么又是你？那个小孩是你抓来的吗？写的像诱拐信一样。捐钱好办事，但是你看他40块都要追讨了，所以你要他捐钱应该蛮困难的嘛。没办法，我每个人的脑海里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。只能说老板的价值观异于常人。哎，这两个蹲在这边。他们超猛的，蹲在这边，然后怪都不会打他们两个。NPC 真的有够无敌的。真是欢乐的三人组啊。身为一个小怪，还挺硬的。
你一次问太多问题了。嗯，那就跟刚刚那个那三人组在一起就好了。我很好奇这一个头盔拿下来会长什么样子。终极战士。也不是没有可能的，不过搞不好拿下来又是一个人呢。那个迟早会被人家爆出来的。咸酥鸡请人很划不来，那通常都是自己做的，请人。请的那个利润又要再被砍，划不来啊。战斗跟种田，我个人认为都还好啊。
每个人都有烦恼。有人住进去。你还是要找别人吧。重聚矿石镇呢？哎，没办法，那个是回忆啊，必须得做的。看看有什么。结果真的是有人住进来。有个女人，干，那是野生动物哦，还要人家放下戒心啊。在跟村长谈判。没有，是三个路线选三个。
竟然当起恐怖分子了。长大后必有出息啊。就赚钱要很浓啊。双人成型我就没办法玩啊，因为我是单人啊。两个人要抢一个人。好在双人啊，缺陷也在双人啊，就一定要两个人才能玩啊。哇，也就是说，等他们的任务结束了，还有接续任务啊。哇，我系列任务真长。いらっしゃい。赚钱真的不容易啊，特别是还要上缴料理。不过拿到一大堆的那个种子，拿来种一种嘛。夏秋、春夏秋，咖喱草。于洞窟栽培，
哦，那可能就是要靠鱼王赚钱啊。那么多箭头啊，应该不要找人吧？哦，这是果实的。一般鱼我钓的都只有四五十块啊，要钓鱼王吗？钓点也要那个选一下。新品种魔物，还有戒指，也就是说这一个男的佣兵是在这里被干掉了。30分钟一条鱼网啊。
B2， 我还要等一段时间呢。戒指给你，直接毁掉你的梦想。哎，竟然那个人还有可能活着。拼了啦！农地面积 LV2。这边就有人声。连歌声都有了，哪个混蛋在唱这首歌？可能经费有限吧，还是到时候就出 S 啊？要加 S。看来这女的也是个兵器。
今天也要来酒馆后面哦。你有在意吗？点以后，哎，快了，先去他那。原本想说那个有一个十点的，解支线拿种子感觉比较快一点呢。看来这个是人鱼啊。不被爱也好啦。信竟然会传出邪恶的气息，他是怎样？他是有灵哦，用灵可以看得到这个邪恶的念。哎呀，时间感觉来不及耶，干那个时间过得超快啦。
又逃家了。干，这逃家的小孩会不会太多一点？逃家的小孩都是要我去找的。打喷嚏的人被诱拐。为什么打喷嚏的人会被绑架？打喷嚏代表确诊，确诊代表就要被强制隔离。好啦，人被诱拐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，就是被硬性隔离。啊，十点过了，来不及了。杀去瞭望台。想去看海。
想住海景第一排，其实想向往住海边，我是能理解，但是哦，住海边的人未必他就想住在海边呢。我之前当兵的时候，营区就在海边啊，每天就看着那个看着那个大海 日出日落，然后冬天干嘛冷得半死，冬天冷得半死，然后海风又很大，妈的要为那个机车保养，妈保养的半死，那机车超容易就发射就生锈了。很多人都会误以为很浪漫、啊、但是哦，都住过的人就会觉得很糟啊。忘记收信了，哎，有信吗？感谢。哦，蛮多信的。富冰花，富冰花我没拿到啊，看看，没有。他们那种外岛的都是很常都放岛上的，就是直接岛上岛休一天这样啊。我朋友他是说他都窝在那个网咖岛里面的网咖，他说所有的军人全部都孤在里面。而且你刚才这明明长了这么多番茄，然后你收成只收成一个，你是他妈是在闹别人呢、欸？倒休我是觉得超寂寞的啦，就是明明是休假，但是却还是被关在同一个地方。P.N. 四点以前去夏多拉的海边，
感觉夏多拉的海边可以钓到很多不错的鱼。还有人倒在这，要去翡翠之森做事情，真的是正事还没做，之前做一堆。但是你会发现主角做了一大堆支线，他还是很穷。就很符合现代人呐、啊，没现代人不就是这样吗？忙，穷忙一堆，阿舅还是很穷。其实是可以不接啦，但是就是不接就感觉好像缺什么东西一样。有玩 RPG 的人不是都会有这种？支线如果不解，感觉好像没有满足。啊，香蕉又开始了，好像每年都这样齁，香蕉就会产量过剩，然后又要开始发起全民吃香蕉运动。妈的，大家一起来吃香蕉。
夏之城镇都卖夏季的东西。等等吧，十点开幕。我日本的朋友来台湾的嘞，他超爱买香蕉的，因为他就说我们台湾香蕉爆干便宜的。他说拿去日本卖，然后香蕉就变得超贵的。所以他每一次那个去上课，对不对，都会带一串香蕉。然后从教室外面往里面看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老师就在那边拿香蕉，拿一串香蕉在那边。他又看起来很抽用，所以看起来像那大猩猩在那个动物园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就隔着一面玻璃，隔着一面玻璃，然后有一只猩猩在那边吃着香蕉。没有，他不是买回去日本，他是来台湾这边教书的，然后他就一直在这边疯狂吃香蕉。他现在还有没有继续再吃我不知道，因为他已经去高雄开他自己的个人补习班了。什么？他竟然不是人鱼，是妖精。嗯，讲到妖精，那不就是要请那个了吗？请那些好吃懒做的人。
欸，我朋友他跟我讲说他反而不吃咸酥鸡呢。我之前有问他说，如果 把我们这边咸酥鸡的这个摊贩的想法拿去搬去日本，然后问他说，那日本的会不会买单？他跟我说摊贩那边的做法没有办法，他说太不卫生，哼，他说那些东西就直接大喇喇的放在外面，然后给那些苍蝇们飞来飞去，他说这个卫生上面日本是不能接受的，然后要做就要做到卫生要做得好。日本有卖啊，有还是有卖咸酥鸡啊，只是他那个不是像我们台湾这样摊贩的啦，我们台湾那个摊贩式的太随便了。我对日式料理感到最吃惊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饭跟面可以一起吃，同一份套餐里面同时可以出现饭跟面，超猛，超猛！就淀粉乘以淀粉。嗯，晚安晚安，淀粉乘以淀粉的超级组合。很爱米饭啊，连吃面都要吃米饭啊，那佩服他们。干这个你拿给我吃，干妈我血糖就爆表了。妈，面加饭还超吓人的。你看那个孤独的美食家那个演员，他那样吃，我为他的身体感到担心哎。一定撑死啊！乌龙面汤加猪排冻，哎，那先不要那样吃啊，不要那样吃，那样吃对身体不好。
如果你是一个超级运动健将，然后超在那种超负荷运动的情况下，你要补充能量的话，那样吃还无所谓。看，我说一般的那样吃不用多久了，糖尿病就来了。拍戏的前一天都不吃东西，这样更容易出问题吧。但是我觉得孤独的美食家他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拍，没有照漫画在拍。他那个漫画有教过人的、欸、他那个漫画是有教过对，有教过店家的，然后还被店家告的。所以在这个方面下他还不够照原著啊。之前原著是有教过两三个店家的。吃火锅收尾还要吃饭。哦，吃货哎。欢迎来到霍尔的移动城堡。他那个孤独美食家后来被告了之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和解啦。反正之前有闹上官司啊。那个事件我好像有听说过，
嗯，潜水艇。吉野家，我台北的我也看到关了不少了。可以在其他地方登陆了。哇，连外海系统都有了，这样还不够佛心啊？这块游戏太佛心了吧？没办法，没钱啊，看，穷爆啦。这太穷啦。嗯，评价就看看就好了，主要还是要自己玩过最重要。超晃啦，能移的你真是太好了。还是成功登陆啦。应该给个僧侣吧，给个会补血的僧侣啊。
水仙子用歌曲展现魔法攻击。你他妈的没有祭司啊！水属性攻击，这里感觉是吃火属性。其实他音乐算是做的真的蛮不错的，很有那个感觉。哼，妈的，结果不是捕尸，是当厨师。稀有的植物，魔物很生气，那没好事啊！其实音乐的风格会让我想到尼尔。跟尼尔颇接近。希望结局不要跟你也一样，这种王道剧情应该最后都是要善终了。看一下是不是吃火，对，吃火的，吃战士火抗。又受伤了。喷泉怎么都没有反应，干累了，靠腰。
さっさと片付けましょう。摔下去吧，你老师也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赶快进去，快进去。要撤退了，时间也刚好，应该可以撤退，然后去找那个孤儿院。原来泡泡里面都是遗言呢。来得及吧。哎呦，好像不对，干，他这个时间过得超快的，9:40了。拜托，赶上！还好，还赶得上一个任务。啊，真的，时间真的过太快了。去风之草原看看嘛。気をつけなさいよ。
没办法，没体力。开垦，开垦，种东西。春季的全拿出来，好，现在他有修过，不然如果再比这个时间还更快的话，应该根本玩不了多久，时间就完了。搞不好下一次改版时间会再过得更慢。是已经淋过了啊，对，有下雨了啊，该做的东西做一做。おかえり。哎，穷鬼啊，穷到爆啊！気をつけなさいよ。他那个收成应该要有加成才对，但是说可以有一些时候可以多收一点。cheese， 干 cheese 超贵的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
一定买断啊。哦，三个牛奶也是很伤啊。说买断的游戏，不买断的游戏只有一个而已。那个我之前看过的有买章节的，买章节式的游戏，那个确实就是有不买断的。那我买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的。怎么又有人躺在那？干这个，这支线真多啊！是一定要，一定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人趴在那。青年该不会失忆了？云端游戏也算租啦，像 EA 的那个系列也是用租的。PS Plus 也算是用租的。干那个会员一断掉就完全不能玩。真的失忆了。他是我遇过在这个游戏里面第几个失忆的人呢？失忆的人真的挺多的。昏倒的人很多，失忆的人也很多。失落的奥德赛。失落的奥德赛确实也是失忆的。人人都失忆。好了，赶快给我任务奖励吧。对啊，人人都是不死人。记得的那一块的片刻的记忆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那个漫长的 loading 时间呢、啊。它也是 Xbox 里面 loading 最久的游戏。
要不是因为那个 loading， 不然它其实游戏算不错。就是真的 load 的速度真的太慢了，它那个战斗的速度也是慢到吓人。他蛮难重置的了啦，因为他如果要重置，又要请井上雄彦来了，人设还要再请井上雄彦再来一次。人家现在可是大师了。对啊，就井上雄彦的人设啊，他的最大的特色。我不知道用模拟器玩会不会有所改善，我还没试过。如果用模拟器可以改善，然后搭配那个高清化，搞不好会有所那个有所突破。已经被我干掉啦！夏多拉的隐藏商店应该还没进去到。那个人偶感觉蛮多只的，要一只一只捡。这应该就是生关系的吧，像讲一讲关系就生了一个这样，真的生了一个。
又是那个诱拐事件。这些人真的是啊，都把主角当工具人了，拼命的利用我。这边还有一个趴着的，一堆人啊。打喷嚏的小哥，原来是魔族。这是守火之心啊，不是梦幻之心啊，差很多。Thank you.
商人就是不能出尔反尔啊，出尔反尔就是死路一条嘛。还有支线啊，干，这支线真多啊。花粉症治不了吧？
直接去最深处。这真的好多支线啊，哼，不过为了任务报仇嘛，还是要努力的解。还有一个任务啊，步入墓。嗯，真的很赶啊，犹如赶场子一般。
布鲁姆长什么样子啊？哇，花怪！它不固定视角才比较好吧，这样才能够自己去调视野。以布鲁姆两难求。呀！布鲁姆真难找啊。疯狂布鲁姆比布鲁姆多了三个字，这样算吗？这样不算啊，所以不是这一层。
不会啦，两个大拇指习惯的人就还好了。戦闘開始です。皆さん、大丈夫ですか？これと。冲冲冲！我也好想吃宵夜。好一招顾情欲重。
就问题还是没解决。就不用解决啦，就一样啊，继续吵啊。嗯，音乐很不错。终于完成了这成千上万的支线任务。
をつけなさいよ。朝から元気そうね。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。
帰り。気をつけなさいよ。愿意帮忙啊。晚安，晚安。这是不可能的。
哇，好多好多支线。还是治不好啊，花粉症果然永远都治不好啊。我跟花粉症的战争。也就是说你还要继续掳人吗？那将来还要继续掳人。有点像啊，有点胡闹啊。真的跑到海边来了。
啊，你又失去记忆了。人人都失忆。好了，休息休息，受不了了。好了，先到这里了，明天再努力吧。晚安，晚安。